湖不见了，被它盖起来了。你看，它也没有参加那个就是之前记录的那个标志。可是这个有哎、欸。就是高的有参加那个记录、哦，他是写福州版吗？福州版，全上面写的是那个福州版吗？还是没有纸的？哦、对都是头，他的头都是用纸的。哦，纸糊的。那这样下午下雨不用盖一下吗？对啊，不然到时候那个哎呀就就等太阳出来晒太阳就好。哦，纸的就是晒太阳越晒越硬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纸的东西你撕掉之后，你再把它晒干。大公仔，你会准备升降的陶瓷木材啊，装拢还是伊的头盔对吧？吼，拢是用挂用挂的。所以说，基本上头盔一定要防水，一定要带塑胶带防水，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坏掉。所以主是目前只有加油。所以你们是嘉义上来的吗？嘉义哪边啊？嘉义市。嘉义市。哦。真的好特别，第一次看到就是驼背的那个照相。大陆福州版的。哦，我以为是还要再回去大陆，所以这个就是留在台湾。就是，我就是说，这只是从嘉义带来的。嘉义上来。福州的照相，但是它是在嘉义的公庙。嘉义清雪船哦，哎，你要不要问一下，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要穿红裤，大部分团体啊，团体，对啊，就是想说为什么有的也有，大部分都有没有啊？就有的就看他的团体，有的是穿蓝色啊，他们之前还有做团体做黑色啊，团服嘛，对啊，因为清一色不管是像。因为有的算是私人的，但是蛮多这种牌子，但是红裤算是属于算是一个团体的。你懂了，这样子就知道。谢谢。喂。谢谢谢谢。不用。继续往前吧。走。奉正宫哦，真的耶，奉正宫吗？啊，正奉宫，正奉宫，正奉宫。